谭凯琪在今年6月宣布了怀孕之后，一直专心养胎。身为准妈妈的她，不时在网络分享近况。日前苏怡又公布好消息了，她贴出了两张和家姐谭凯欣的合照，并且透露两个人将会合体拍片，进军 YouTube 界。虽然照片只是见到两个人的侧面，但都可以见到两姐妹真的十足饼印一样啊。谭凯欣曾经拍摄1991年版的阳光柠檬茶广告，之后更加参演多部电影，包括《新僵尸先生》《飞虎红心》等等。2005年，她嫁咗俾朱永棠之后，就退出了娱乐圈，专心做幸福人妻。